在环保概念日益需求底下，位于澳门氹仔的永念亭，以生命的出口和永恒的入口驱使至这个世上，令心灵不安及悲伤让一切皆归于宁静。永念亭的入口走道巍峨沉稳，墙面由天然石材建筑而成，赋予住安详和沉稳。现代大理石雕塑的莲花池带着一股生命的气息，山山池水中一位仙女吹着横笛，我们称她为笛子姑娘，悠然的身形正在度安抚住哀伤的心灵。于历代祖先牌位及壁门皆以琉璃制造，西式礼堂壁门上面的花纹以十字架为中心象征永生，另外壁门中心刻着仿照金钱的图案，观念佛像、坐莲观音两款设计庄严平和。永念亭建筑是以钢骨结构建设完成，不论经过多少岁月，永念亭永远屹立不摇。由楼上往下望，四方格局规矩成圣，亭外的世界刮风落雨，严寒暴晒，但在永念亭内只有春天的温暖。个别礼堂内设有圣像雕塑，充满圣宠之景，特设主题观音礼堂，由正圣乐上半圣灵左右，复位面向姿态优雅的旋转观音，四方庇佑先人，福泽后人。月华式楼舒适的空间，现代感的设计，复位较为细致宽阔，拜祭时透过玻璃近距离追思先人，门内间隔可置放往生前心爱的遗物，极具个性化的创意空间。家族豪华尊贵位为港澳神颓，气势磅礴，宏伟壮观。上方摆置祖先牌位，中间有抽取式供台，可放置祭祀供品。下方可放置八至十二个龛位，慎终追远，纪念亲人，一堂相聚。VIP 个式楼较为豪华舒适，可以保障家族隐私，以作为先人安息、永久长眠之地。人生忽如寄，寿无金石故。龛坛约为棺木体积的三百分之一，所占的体积非常少，保留了更多土地的气度。地藏菩萨亦称为地藏尊者，安忍不动，静虑心物，以坚毅不拔的态度救济一切众生。靠山边的走廊有三座不同姿态观世音菩萨，令逝者信仰持续永恒。思亲树下的小坛桌备有心中永存的小卡片，写下无限的相思及未来的展望。永念亭整个庭园以完善的闭路电视系统以及24小时保安服务管理严谨而现代化。大楼特别设有多用途的聚客室，供前来拜祭的家属进行各种追思活动。永念亭拥有多项礼宾式服务，其中免费专车访客接送，只要你一个电话预约，永念亭随时为你服务。永念亭毗邻澳门国际机场及氹仔码头，澳门同香港及珠三角各城市联系无隔。专业的客户服务团队，完善的电脑系统记录先人及后人资料，协助后人筹备祭奠，省却你四处张罗的烦恼，亦都为客户预定各式祭礼以及祭品。你在远方，亦都为你做遥距拜祭。每到初一十五，有燃点香塔服务、骨灰暂存服务。专业诵经师傅将提供上位吉日，还有追思追悼活动的安排，并且定期举办隆重的法会。早住生前契约悠悠此心，情长至永，此念终生。我们要做的不是第一，而是最后，唯一的最后。
好，各位，今天我和林康正呢就會再錄一條片啦，就再講清楚關於而家香港嗰個骨灰龕政策，同埋點解我哋兩個啦，即係當然我哋都參與咗咧，就都認為係永年亭，澳門永年亭係而家香港人咧嘅其中一個，即係我諗無論係為咗自己身後事啦、長輩啦，甚至乎係作為一種儲錢或者投資嘅其中一個最佳選擇。咁希望呢一次節目咧，可以幫到咧有好多朋友咧，即係不斷咧，即係向我哋 PM 咁問啊。咁但係即係逐個答，似乎辛苦啲。係。咁啊，過去我哋喺節目入邊咧，即係啤晚舞入邊咧，咁就都講過好多次永年亭啦。咁但係永年亭，即係有陣時有啲朋友未必咁長期睇到啤你晚舞啦，又或者係啲冇訂閱嘅。咁啊，始終一知半解。咁啊，由先我哋較早時候咧就睇咗永年亭嗰個 official 嗰條 trailer 啦，即係嗰個宣傳片啦，五分鐘。咁嗰度個環境其實都真係影出嚟好靚喎。林康正，你可以即係同觀眾介紹下，你自己都熟悉永年亭啦，過去咁多次啦，亦都係嗰邊嘅指定代理啦。你覺得喺現實嘅永年亭係點樣啊？對比條片。嗱，現實嘅永年亭即係有更加之靚。首先呢段片就比較舊少少，係啦，之前拍嘅。喺永年亭係有台灣管理之後咧，基本上已經有好多新廳係重新裝修過啦，甚至有啲咧係未開放嘅。咁重新裝修過啲廳咧，係只係會比頭先你見到嗰段片係靚更加之多倍啦。入邊嘅更加之寬敞啦。每樣嘢係做得更加之精緻啦，由燈、由地板、由門口，每樣嘢都非常之好嘅。其實有啲朋友咧同我哋買咗啦，或者未買之前上街去參觀嘅咧，都會發覺永年亭咧點講咧，直情係好似酒店咁樣嘅。永年亭同香港呢啲骨灰庵有啲咩分別？如果你係想自己或者屋企人用嘅，想最優質，點解係話即係由廣東、深圳、珠海、香港、澳門，甚至成個中國大陸，永年亭已經係標榜住係最靚、最好、最優質，你對比香港，唔，但係你講到澳門喎，唔係講到台灣喎，咁台灣，因為台灣仲靚，大家都係台灣管理就50-50差唔多啦，唔係因為點解咧？其實永年亭佢之前咧，大家知道故事咧，就係因為信得起嘅，咁其實都參考咗台灣好多嗰個裝修裝潢啦，咁係好靚嘅啦已經，咁但係自從即係易手之後咧，揾埋台灣呢班管理公司嚟再重新規劃管理之後咧。咁其實咧有啲廳咧，因為限於澳門之前嘅經驗不足咁樣都係，咁佢哋再去又做一啲微調啊，係嘛裝修啦。咁其實而家我林康正頭先話齋咧，有啲廳咧係更加寬敞，即係譬如歸一咗啲廳啊，再換嗰啲燈光啊、地板啊。咁其實如果有機會咧，係啊，嚇畫雲石啊、木器啊，有機會真係要跟我哋過去睇下，你先可以領略到即係嗰個變化啊！因為最主要就係兩點咯。平時你喺香港去拜祭女先人，你會見到啲相啊，廣東潘儀苑幾時生幾時死，個個望住你咁嘅。喺永年亭你全部見唔到，全部其實喺呢排之前咧就有呢個咁嘅門口仔。係啦，你要撳咗門口仔先可以見到先人嘅牌嘅。嗱，而家我哋見到呢兩個咧都係關於啲佛嘅即係佛像啦，即係咁又或者觀音啦，咁有啲咧其實就冇心教家啦，有啲係十字架啦，唔同嘅廳房有唔同嘅主題嘅，咁但係咧呢一個咧都睇落去好似冇乜特別啦，雖然好重嚇，因為稍後時間咧，我哋今日喺紅磡永年亭辦事處度拍咗一段片，咁我哋都會俾一啲實際嘅 sample， 究竟佢係點樣擺兩個啊，點樣嗰啲，我哋一陣先交代。去到幾高啊？好啦，咁我哋首先講一講啦，即係我哋上次都講過啦，咁但係呢條數咧，我諗都要再講多一次出嚟嘅。點解我自己咧，即係會咁投入呢一個行業，亦都咁 recommend 咧？你知啦，即係我啤你或者林康正啦，多嘅又唔夠膽講，都喺個社運界或者喺一個網台界啦，都有少少 credibility 嘅。咁如果我哋介紹啲產品係呃人嘅，或者唔能夠做到我哋之前能夠同你講嗰、那個個保證啦，或者拍心口啦，咁我哋其實係唔夠膽嘅。事實上喺過去呢幾年咧，有好多產品咧係接觸過我，希望我推介，咁都係全部賺錢機會嘅。咁我都冇同大家介紹。
咁包括樓啦，我最熟嘅啦，村屋啦，我都冇同大家介紹。包括一啲美容品啦。係啊，咁但係點解？因為我真係唔知道佢會唔會幫到大家，甚至乎令到大家有金錢上嘅損失。OK， 咁但係永年亭點解我一拍就即合咧？首先就係因為咧，我喺度介紹一下自己啦。因為其實我係一一年開始咧，我已經係涉獵入呢個骨灰庵嘅行業入邊，唔係話我做香港骨灰庵。係因為我有幾個大老細都企圖咧，即係嘗試喺香港申請類似永年亭呢啲咁樣骨灰庵。咁啊，於是乎大家知道我本業係做新界地產，咁我同佢哋揾地啦。咁啊，慢慢咧就同佢熟絡咗，咁佢教咗我好多關於呢一方面嘅知識。然後咧，我先明白原來喺過去嗰阿林康正都知嘅話，我之前都講過啦。我喺香港我揾過過千幅地俾佢哋睇。香港唔係好大嘅，成千幅啊，但係結果能夠達到發牌標準嘅地咧，其實得不外係一兩幅，而達到發牌標準嗰笪地嗰一兩幅咧，達到發牌標準就唔代表政府一定會俾個牌你噶嘛，因為仲有好多涉及好多利益上面嘅應該點講咧，即係嘅打拼又唔係啦，即係個博弈啦，你知啦，財團同財團之間啦，中港。香港的政治之間咁好多呢啲情況，咁所以形成咧，而家其實基本上咧喺香港咧，你喺未來嗰十年啊，我自己預計嚇，包括政府出埋個數字咧，都係唔會有足夠嘅個骨灰庵供應嘅。咁點唔足夠法咧？我哋可以講下條數字先。咁啊，要從頭説起林康正，我睇你記得幾多啦？我又講過一次啦喺節目度。咁由1961年至到2016年呢50幾年之間咧，香港嘅死亡人數係點樣？大約是160萬，係啦，正確數字是161萬，我哋唔會計埋嗰1萬噶啦嚇，160萬。咁其實咧，嗱，大家真係因為呢段片你可以不斷咁 loop 啦，咁大家其實可以用計數機嚟 mark 低曬我哋所講嘅個數字，你就知道市場究竟而家係咩走勢。咁跟住就係、政府嘅即係食環署核下嘅骨灰庵場咧，咁其實有215,300個位。OK， 呢啲全部數字咧就喺、政府度攞翻嚟嘅，立法會文件啦等等啦，食環署網攞翻嚟。咁另外有啲咧包括土葬啦，包括庵場啦，但係嗰啲就唔係食環署下管理嘅。例如係邊啲咧？係啲宗教團體，譬如華人呢啲墳場啦、跑馬地啊等等嗰啲咧，就有35萬個位。係 OK， 咁我哋夾埋其實都係50幾萬個位嘅啫喎。咁啊，仲有成101萬個位係未有安葬嘅。咁就未至於咁多嘅，因為大約咧，呢個冇具體數字，我哋估大啲啦。大約係有10萬個位咧，係會翻到鄉下啦，我覺得。係啊。會喺海外啦，同埋一啲又唔喺上述兩個地方，不過亦都係合法嘅。illegal 啫嘛，全部唔計，就土葬嘅。係。咁當然係啦，唔計原居民嗰啲嘛。當然仲有啲海葬啊，咁就好少嘅，夾硬我當有10萬個位。咁加埋係21萬幾、36萬幾加10萬，其實嗰度嗰條數咧都係大約70萬到，即係仲有90萬個位嘅需求啊！咁我就自己再做多條數就係合葬條數啦。係。咁有啲人係一個庵位擺到兩個庵嘅，咁但係其實近年發展嗰啲都唔會啦。全部都係擺兩庵嘅，大部分。咁你有啲政府嘅都係可以擺兩個庵嘅，我當嗰度又有十零萬個位啦。係。咁其實咧，其實而家 shortage 即係唔夠。都有80幾萬，即係呢個都當然係業內嘅數字啦，10幾萬入咗。係啦，其實我10幾萬就我其實唔係業內啊，係我用 iMesh 去估嘅，因為先我嗰啲庵場底咧，佢通常6-7個就會有一個係合葬嘅，咁樣嚟計咯，即係計佢1/7咁樣啦。咁同埋另外咧就仲有啦，其實亦都係觸發呢條法例，即係而家所立緊嗰個骨灰庵試驗骨灰庵條例啊嘅觸發點啊，就係喺好多殯儀。館啦、長生行啦，即係包括我哋而家錄緊呢個節目紅磡呢一頭啦，又或者好多庵堂啊、筲箕灣啊、佐敦道啊、北角上邊咧，有啲私人樓啊，嗰啲係咪學校咧？即係嗰啲算係嗰啲以前有啲冇咁限定啦，譬如立信大廈、佐敦道嗰類啊，好多啲庵堂啊，你知佢哋我嗰啲洋樓咁樣啦，咁佢嗰啲又會有一啲位嘅。咁業內人士同我哋俾嗰條數字就係10多萬，咁我覺得唔止啊，但係你既然咁講，咁我就放棄啦，20萬。咁其實所有呢啲數加曬，呢仲有70萬個位係唔知去咗邊嘅。嗱，而家政府公布咧，所有嘅私營骨灰庵咧，包括表一表二咧，就38萬5000個位。喂，咁頭先我講成7000個，即係有成70個即係需求啦，70萬個。咁
呢38萬幾個位係咪擺曬咧？咁我又係要計咯，可能有啲合作咯嚇。如果用嗰條數嚟計38萬5000個位，其實因為得7-8個位係會合作嘅，七分之一百分之一先入合作，其實都係講幾萬嘅啫，4-5萬啦，我諗4-5萬啦。好啦，咁你仲有90萬個位去邊？嗱，我哋記住先，記住。咁跟住咧。政府咧就話根據佢個發牌標準咧，喺呢38萬5000個，即係而家揾到嘅所謂私營骨灰庵入邊咧，係得20%可以攞到牌。係，換句話係即係得77,000個位可以攞到牌啫。我唔理佢表一表二。嗯 ，OK。嗱，咁條數大家就清楚啦。希望呢一次咧，大家即係聽完可以再 loop 啦，即係再重聽、再重聽先去計條數啦。即係話而家成個市面上係我哋需求幾多個位咧？首先就係由先我哋計到尾，仲有70萬，唉，我當20萬去埋嗰啲庵堂，係咪要當佢嗱條數係咁計喎？但係庵堂嗰啲咧非法噶嘛，殯儀館嗰啲都係非法噶嘛，即係話70萬個位係需求係冇得走嘅，因為嗰條數你要加翻落50萬嗰度，可以唯一就走邊條數咧？就是、政府話將你喺38萬5000個位入邊嘅27,000個位會得到發牌，咁即係話。其實就好簡單嘅條數，70萬減7萬啦。即係話而家香港嘅市場上喺呢、這個條例生效之後咧，大約係會有60幾萬個位係要揾緊骨灰庵。咁但係根據我即係研究呢個數字咁多年咧，我就覺得由1961年到而家咧咁多年死咗106萬人咧，可能真係有10-20萬個位，因為我哋繼續咧10-20萬唔知去咗邊啦。係真係可能冇人理嘅話，就係掉嗰啲我翻屋企啊！我唔知佢咩情形啦。OK， 咁即係話咧，如果我又減埋嗰條數咧，點樣計？你香港都係爭40-50萬個位，而家就喺呢條條例生效之後。OK， 講完曬啦。喺未來，即係我哋數字用得太多時間啦。喺未來咧，又係政府數字嚟嘅，講正。未來5年政府話會有幾多位起出嚟？大約就會有19萬。咁有啲朋友好驚，包括我太太，因為我咧就係。將個身家性命財產咧就壓住咗喺個永遠地。嗰日一睇見，哎呀，老公，喂，龍鼓灘起個咩位喎？2019年啊，有16萬個位啊，大撚我點啊？我有咩大禍啊？第一，佢係分批推出。第二，其實政府出嚟嗰條數字就係話未來5年會有19萬個位，去到2022年係。嗰19萬個位入邊係包括埋呢16萬個位㗎啦，咁零零舍舍另外嗰3萬個位可能沙嶺啊有啲啊，呢度有啲啊，嗰度有啲幾千個咁樣啦，和石可能加1000幾百個咁樣啦。19萬個位喺未來5年係一個咩 concept 咧？我同大家講，香港每年嘅死亡人數咧，我唔好計150人落嚟，即係人口每年有幾萬人落嚟嗰啲啦，咁佢哋落到嚟都一定會死嘅，唔係唔會死嘅，尤其嗰啲粉腸分分鐘冇短命添。好啦，每年香港係死4-5萬。40000幾啦，你講。未來5年其實就係212000啦。即係話政府喺而家拱呢19萬個位出嚟咧，其實咧就好似聽落去令到你啲人咧香港人咧麻木咗，因為大家亦都唔係好似我哋咁有心機去睇啲政策啊數字。根本呢19萬個位係未來5年佢自己本身嘅需要。咁其他啲可以點處理咧？林康成咁啊，好多咧即係你話可以海葬啦。海葬係得嘅。但海葬其實就並唔係你哋諗嗰種自己行個海度掟，都係要去食環署度即係登記申請。咁但係問題海葬咧，你捨唔捨得將你嘅先人咧，即係講衰啲係俾魚姜。上年2016年就根據食環署啦，都有3位數字。係嗱，我想同大家嘅人數係，我想同大家講，當我哋而家生活過咁困苦嘅時候咧，我哋一定係會覺得我哋生人都未有得住啦，死人真係咁貴，我哋真係冇辦法啦。嗱，呢個係嘅，我明嘅。咁但係咧，我自己覺得咧，華人咧，即係我自己嚟比喻啦，即係雖然我哋都覺得本來無一物，但係真係塵歸塵，土歸土啊。但係咪真係你會覺得華人個觀念，因為我哋去作為一個投資，或者自己養大你嘅父母啊、祖父母啊，係咪可以掉落海去比喻姜咧？當你成為灰嘅時候，嗱，呢個係問題嚟。所以呢個咪説明咗點解得3位數字嘅人咁多？就係咯，嗱，死幾萬人咁。係。而嗰3位數字嘅人咧？我唔介意咁講啦，好多時就未必係基層住基層添，可能甚至乎一啲即係自己個人啊，未必人嚟下地方去啊，咁嗰類嘅，咁嗰啲人咧，即係譬如我哋父母，我心話我哋做咗永年都成大半年啦，其實每一個老人家都咁講，
咁但係我仲係想講嗰樣嘢，其實每一個老人家咧都係好擔心。其實以前係連燒都擔心，不過而家大家接受咗嘅嚇，好擔心自己身後之事。不過佢為咗唔加重你哋個負擔咧，所以就話：我遊落海啊，遊落公園啦，即係咁講。深水花園啊！邊一個老人家跟我哋去咗榮寧睇完個位，知道自己個位之後，唔係笑逐顏開，唔係安樂曬咁嘅樣咧？嗱，數字嗰啲我哋唔敢講啊。嗱，從文化上咧，誒祭祀嘅文化咧，我唔覺得喺未來嗰一百幾十年咧係會即係失去。都難啊，因為香港其實一個係政府嘅遺蹟廣場，係咁嗰個場其實係仲有啲位，係長期係淡忘咗少量嘅位。點解啊？咁點解即係香港咁短缺之下，啲人成日抽籤抽唔到啊，排都唔去咯，排幾年都唔去咧，因為嗰個位咧。嗰、那個喺葵涌嗰場咧，就係唔係對外開放，即係你冇得去拜祭，係只可以擺喺嗰度啫。咁結果好多人寧願唔放喺嗰度，寧願出邊去揾一啲唐樓啊、紅磡嘅地方都唔擺喺嗰度。好啦，嗱，政府立例之後咧，咁政府會面對呢個問題好大啦。咁啊，其實佢而家將會係點樣即係去面對嗰幾十萬個需求嘅位咧？咁首先第一樣嘢。咁啊，俾咗六年嘅寬限期嘅，呢一個就係茅招嚟嘅。如果聽開我哋節目都知嘅，六年就下一屆政府。嗯，其實即係將個波咧就擺喺下一屆政府度。自己人，其二其實如果大家有留意嘅話咧，又或者有啲有錢人係擺嗰啲所謂私營骨灰庵場咧，就會發覺咧，其實近排咧已經陸陸續續收到信啦，即係骨灰庵嘅信咧，就叫你哋即係去搬走啊，或者咁樣啦。嗯 ，OK， 咁好啦，咁亦都有啲有先見之明嘅咧，都自己搬走幫我哋買零零零咯。係啊。咁政府打算點樣咧？喺六年寬限期之內咧，所有攞唔到牌嘅骨灰庵場啊、庵位咧，係要搬走嘅。嗯。如果你唔搬走喺六年之後咧，嗱，根據而家嘅情況咧，佢哋係會強即係取替你嘅，所有取替你，你唔搬就佢同佢哋搬。OK。咁於是乎咧，到時將會出現嘅情形係乜嘢咧？係個個即係孝子賢孫就捧住骨灰庵，就唔知點算啦。咁你有好多方法處理嘅，譬如有啲人話擺翻屋企，但係擺屋企又話即係陰陽。路唔好啦，甚至係個位置都未必夠啦。如果你住劏房，係啦。咁嗱，政府係點樣咧？政府話都佢而家又諗到條死橋，就話咧，唔緊要，佢將會揀你有確實嘅地理位置啊。我所知就有個啲工廠大廈定點樣，就俾你哋可以暫存個骨灰庵喺嗰度嘅。咁但係呢個暫存咧個情形咧，因為限於好多走火啊各樣嘅條例咧，同埋啲即係消防啦，係啊，佢就等於頭先你講個柴灣嗰、那個。倉咁樣啦，葵涌個倉咁樣，即係話咧，你哋揾唔到位啊？哦，唔緊要，你可以將你嘅先人咧拎去嗰度擺住先，冇話冇位俾你特別擺嘅。不過嗰個叫做坐監，係佢係唔可以咧，即係你去拜祭嘅，啊，即係等於你老豆老母或者啲先人咧，喂幾十年就走咗，都唔得安樂。咁當然入邊嘅環境係點樣，我唔夠膽去講住啦。同埋有好多即係立咗法之後，又心存僥倖，會唔會就係最尾都要放寬咧？咁其實即係俾全部嘅骨灰庵場都俾你合格啦，即係無論你表入或者表意，其實就要追溯翻點解政府要立呢條法先。係啦，冇錯啦。嗱，個基礎咧，首先一樣嘢，作為一個政府咧，特別係華人啊，我又唔想喺呢一節度講咁多，真係好長啊。特別係華人嘅政府咧，一樣嘢咧係好得意嘅。大家我哋喺香港生存咗咁多年，就係好中意萬事管，乜都管。咁事實上有啲嘢咧係的而且確，我都認為係需要規管嘅嚇。咁但係個目的最初真係我哋真係無初衷啊。其實呢個骨灰庵私營骨灰庵出現咗幾十年，政府有聲音話要去立例，都講緊好長嘅時間，講緊即係幾屆立法會啦，可能十幾年。係。咁點解？亦都冇乜人會反對我咧，就咁聽落去。林康正，喂，咁大嘅生意又涉及走火，規管天公地道啊，冇人夠反對㗎。係啊，但係規管個最初原因咧，其實講嚟講係驚乜嘢咧？就係因為驚影響樓價。嗯 ，OK， 喺驚影響樓價底下，影響業主係啦，影響業主底下，亦都係中國人、華人、買香港人對呢一類嘢嘅一啲忌諱啊。嗱，其實對我嚟講，骨灰燒已經犯灰啊。其實我自己覺得佢係連即係屍體都唔屬於嘅，即係我自己你問我，咁所以有啲人話喂，我可以擺翻屋企，我唔信陰陽乜嘢嘅，咁政府嘅條例就不能夠超過十個啊嘛，咁第一我唔相信有人即係有十個先人要擺屋企啦，咁第二就係、
其實我自己都覺得好似就冇乜禁忌嘅。如果用物盡物理嘅嚟睇，都燒到成灰啦，千度火焰。但係如果你話係即係信對玄學信任啊，又話會驚影響咯，先人唔捨得走啊，咁亦都有坊間有啲咁嘅説法啦。始終係陰陽不同啦。咁作為我哋後最後都唔係呢個問題。最後就係、是、如果出現頭先呢個情況，哎呀，我都係算啦。第一係嚴重影響政府威信條法例。搞到咁多，有繼續影響樓價啦。如果影響政府威信，影響樓價喺呢個情況底下，佢哋都未必可以接受，因為都係其實都未到四咁多區啊。最唔可以接受影響政府威信，我已經知道從共產黨嘅統治啦咁多年。嗯、第二就係表一攞到牌嗰啲人都同你死過啦。嗯。事實上我要咁講，即明明個肥豬肉係得，係我食得嘅業界嘅翹楚咧，點解係分出去分咁多俾其他人咧？喂，因為當年啊，佢都可以講噶嘛，我用咗好多資源，我先能夠達到我攞到表一，後來而家落去攞到牌，結果嗰啲達唔到嘅人都可以同我分呢樣嘢，佢哋一定係會鬼曬咁嘈。其實我哋由每年政府係退差餉啊、退税都知道，政府最服務嘅一群市民，一定係有錢，就係業主，就係有樓嘅。嗱，咁樣你影響樓價去立法，第二就説明咗點解每逢想起深官不灰暗場，一定反對。只要你喺以前喺即係大圍啊，佢嗰邊喺側邊啲有樓嘅地方起，全部反對政府就唔起，亦都係咁嘅原因。嗱，其實咧我仲要即係如果你話要講喺呢一個情節上面就難講啲啦，因為有啲都唔係聽我哋節目嘅聽眾，未必知道我哋政治立場取向啦。咁但係咧我覺得真係要咁樣啦。其實咧如果你哋能夠除咗一啲有一啲係學院啦，即係歷史好悠久嘅宗教團體將會出到牌之外咧，其實咧而家經營呢啲骨灰庵嘅人士嘅背景，即係將會攞到牌嗰啲人，其實你都可以睇到一啲端倪嘅，因為呢個就係我哋成日講嘅。點解我哋係要倡導呢、這個有啲比較大嘅政治改革咧？就係咁解啦。即係政府分餅仔。因為就係分餅仔啊嘛，好清楚啊。而呢個情況亦都唔係淨係香港，包括大陸都係咁，甚至乎可能會出現到澳門都係咁。所以我哋先更加覺得永年權而家嘅價值係好抵啊，因為我哋都知啊嘛。好似你之前講過，喂，我哋啲 friend 有啲老友記擺圓圓學院擺咗十幾廿年噶啦喎。竟然收到圓圓學院封信，同佢回收160多萬、170多萬，買翻轉頭。咁佢買翻嚟做咩咧？梗係覺得即係善解而沽，其貨可居啦，係嘛？咁另外連大陸，喂，我哋完全冇 concept， 即係等於我哋以前覺得大陸屌啲樓，屌咩升十翻幾十幾萬。嗯、你哋如果以為大陸你可以周身買、周圍擺，好容易買個骨灰庵，你就錯啦。而家一啲比較開揚啲、出名啲、比較接近香港，譬如嗰、那個我成日有大鵬灣係邊啊？其實喺出嚟喺呢個大小梅山嗰頭，即係哦，都係深圳，即係叫係咪算係深圳灣嗰頭咧？貴州嗰邊啊，係講緊一啲比較開揚嘅位，係講緊過百萬人民幣。但係因為係10年前，係美10萬都未必需要幾萬幾皮嘢啫。嗯，嗰陣時地都有啦。咁嗱呢一個點解咧？因為上面亦都有啲政策就係、是。公營嘅骨灰庵咧係唔准你轉讓。喺今年6月啦，即係上面已經開始，即係尤其是喺廣東省嗰啲，你所有要新買嘅骨灰庵公營嘅，你要有火化紙、死亡證先可以轉手轉俾新人，都係唔批准啦。係，同埋上面係20年嘅，就唔係永久嘅，唔知。咁20年之後又點咧？20年你就要續。係，好啦。咁講咗咁多呢個市場形勢啦，咁而家香港一般嗱，依家就其實應該係即係凍結階段啦，就理論上唔準買賣嘅。咁非法嘅嘢我哋唔好講啦。咁但係我哋而家見到標價同黑市價，我哋叫半個業內人士咧，因為我哋唔係做殯葬服務嘅，我哋係賣呢個復位服務嘅啫。OK， 咁其實咧。而家出面係咩價錢啊？嗰日你我見到你好過癮喎，喺紅磡咪咁收工同影人哋啲相。嗱，對龍山子如果係3年前啦，就佢係單人位嗰個雙人位，大概10多萬到100多萬啦。但係三年前，依家就係我哋上次都同龍山子十幾萬諗都唔使諗嘅朋友就講過啦，嚇、最低都要過100萬㗎啦。係佢跟住有啲雙人位咧，或者有啲甚至係單人位嗰個領嘅，係嗌價嗌緊270萬。甚至大家即係我哋有機會就出啲圖，就係、是、你寶山去6月，雙人位都可以去到219萬。嗱，我就其實你問我個人嚟講銀行證，即係我就係唔明一啲咁嘅復位，即係我哋生老病死可以賣咁貴，我認為一個天然嘅社會。OK， 咁
而家喺你哋眼前嘅就係諗，究竟你哋去點樣面對個畸形嘅社會？嗱，我就係即係你知我啲聽眾好多都好激進嘅，成日覺得我媽我掉落海點點點。佢呢條片就可能好多都温和嚟睇。係咁啊，希望係啦，因為就係、是、真係等於咁講，而家嘅樓市就係咁癲。OK， 你買定唔買？你要住嘅，個個月俾緊幾皮嘢租嘅，我當你。OK， 又或者喺日後你要面對自己或者先人的骨灰，你是不是可以接受到即係掉落海或者點樣嘅情形呢？又或者你又覺得喂，而家我儲住咗幾廿萬，都唔知道我嚟做乜買樓啊？唔成，咁投資永年亭係咪真係咁有機會呢？嚇，係咪真係好過擺銀行呢？好過炒股票呢？咁我咧就廢話就少講啦，有好多嘢我相信咧，你哋可以喺個電話度揾到我同埋林康正，我哋一直個條片都係我哋電話喺度啦。咁我哋可以就會即係一係解答你啦，咁通常我哋定期咧都會有啲座談會啦，又或者定期咧，其實我哋都有啲同事，包括我同你啦，會做啲導賞團，咁大家可以真係過永年亭去現場去睇下，非常接近喺氹仔碼頭隔離就係啦，係啊，跟住行路啊，都係平路行10-12分鐘，10-15分鐘咁樣啦，睇下行快定慢啦。好啦，咁而家我想講咧，我認為點解頭先我話我係即係身負身家性命財產咧？即係第一，我太熟呢條法例，我頭先講唔到我入邊嘅嘢。但係一般你 general 你哋要需要知道嘅資訊都齊㗎啦。咁永年亭咧，嗱，其實本身咧，佢首先係靚啦，係有永久嘅使用權啦，即係單體質素或者係有永久使用權已經贏曬。係啊，永久使用權啦，早五晚，即係晚我唔知咧，有咗收五點。佢其實有專人去 take care 啦，有 security 啦，會有人朝頭早同你去換水、擺花、焚香，即係生風水水即係生果咁樣嗰啲啦。好啦，大時大節都有啲特別安排啦。咁我咧就覺得咧，我喺而家呢一刻嘅香港、大陸同埋澳門咧，佢都係五星級之選。咁有啲人就話：喂，咁定時會唔會政策變化，會好多出現啊？喺香港同澳門同大陸？我要咁講，我負責嘅政策變化，我哋冇人會知道。但係如果喺香港個骨灰庵條例立咗之後，咁起碼日後佢就要跟呢個骨灰庵條例嚟去批牌啦。而呢度係難到不得了嘅，我哋真係唔好再重複，但係太嘥時間啦。難就係難在第一，你要有交通配套，你個建築物本身嗰個消防啦、負重啦、泊車啦。好啦，另外就有冇嗰個即係交通措施咧？即係譬如話有足夠嘅對兩邊行車線啦。即係好多村落就拜拜啦。係啦，嗱你擺市區都得㗎，嗱我逐樣講。跟住就係、是會唔會有居民反對啦？等等。你要符合曬呢啲嘢，基本上其實已經係難到不得了㗎啦。好，但係仲涉及一樣嘢，最重要 fundamental 嘅就係個地嘅問題。地的問題就是負點解咧？就係、是、涉及到個地價啦。我當你又能夠符合多啲嘢，你嘅地只有兩種地係可以愛嚟擺骨灰。咁因為到到而家呢刻嘅法例咧，政府都當骨灰係屍體嚟嘅，放置屍體一種指定嘅用地，墓地或者一啲冇指定嘅用地，嗰啲叫做直情係無指定用地，做乜都得嘅。嗰啲無指定用地嘅地，基本上已經係冇幾多噶啦，一早已經俾人勾曬出嚟，做骨灰咁啦就係、是。OK， 咁至於係墓地嘅地。我想都做曬墓地啦，而墓地嘅地係咪一定係可以配合到由先我所講嗰幾樣嘢咧？咩環保啊？點樣？呢個係好荒謬啊！明明係墓地，應該嚟做可以擺屍體啦，但係因為配合唔到啊，可能居民會反對，可能行車線，可能交通問題。係啊，咁唯一能夠做就係政府自己，就佢唔好話佢係政府有權啦，唔可以話好污嘅，就可以自己起一啲公營嘅骨灰庵，但係喺咁大嘅聲音底下。結果在未來五年都係得19,000個，因為區區皆反對。OK， 而政府亦都要去翻由先我哋講官僚作風，你急佢唔急。OK， 佢個身高即係坐以待斃，前帝個幣。OK， 佢你急佢唔急，即係少做少錯。好啦，佢何必要得罪而家表一啊，或者干擾到個市場呢？咁喺呢個折騰底下，當呢個問題解決到嘅時候，我相信我同你都未必坐，仲會坐到喺度。係啊，以呢個政府嘅效率。好啦，咁我哋講翻永年亭。永年亭其實咧，佢咧就由2011年起好至今，其實賣得一直都唔好嘅。因為點解咧？之前咧，即係我哋無意得罪，咁似乎咧，信德中心咧就佢哋計錯算盤啦。
我喺順德嗰度。咁佢咧其實澳門係一個咩地方呢？澳門係一個自己足夠供應，無論係土葬定係即係火化嘅地方嚟嘅。咁所以一開頭嘅時候咧，佢哋嗰個策略咧，其實即係叫做中港兩邊咧。又都可以話啲時勢唔啱啦，咁其實係賣得相當麻麻嘅，因為主要賣俾澳門市場。冇錯啦，直至即係幾年之後，我哋發覺喂真係唔掂，原來澳門人唔 buy 呢一套嘅，咁所以咧有啲人話啊，我哋炒鬼澳門音，我真係太好笑啦！你澳門人直情都唔買，嗰陣時賣緊呢一千啦，講成嗰時初初成38,000，30,000+，你啲澳門人都唔買，咁於是順德就將呢個 project 咧就讓我俾一個即係新公司啦，即係我哋公司啦。然後我哋公司再，因為佢又唔識做呢樣嘢㗎，佢就覺得啊冇理由冇得做嘅，就再揾台灣我哋嗰個 senior 嘅 consultant 過嚟，再去即係重新包裝過，同埋再去做個市場定位，再要睇解決個市即係嗰個推銷同埋推廣嘅辦法之後咧，點知就咁啱咁巧，唔知即係大家命水咧啲，咁香港出現咗呢個骨灰庵條例要立例啦。咁其實喺過去嘅即係其實永年團都得30,000+啦，都賣咗接近10,000+啦，好似過10,000嘅過咗啦。咁有6,000+其實都係澳門嗰邊買嘅，反而香港都係賣3,000+。澳門好多佢代理都係賣俾珠海同大陸啦，因為呢個就涉及大陸人民幣就貶值，佢哋需要有一啲嘢去投資，即等於好多大陸人點解嚟香港買樓、買金、買保險，咁又越買越貴啦，咁於是就買埋骨灰庵，因為骨灰庵相對投資成本比較低。係，但係又咁講喎，喺大陸喺啲6,000+澳門代理賣嘅位入邊咧，其實咧你話係珠海多係澳門都有啲，但係大部分我所知都仲係香港人，都仲係香港人，因為真真正正覺得第一覺得即係有個需求咧，都仲係香港人最為急切而且我夠膽講，你哋去完呢個導賞團咧，係你哋係基本上我唔覺得你哋會。我哋係有試過有人買嘅，一個兩個啦，即係以過百個千個客嚟講，嗰一兩個係唔夠錢。係啦，嗱，好啦，我哋一直講咁多嘢啦，咁我咧就即係有啲嘢我哋可以收埋先講啦，即係見面先講啦，攤曬出嚟啦。如果唔係個個永年庭啲老友記，即係包括有啲 agent 啊，自己咧即係自己睇完我哋條片去 sell， 我哋都不過擺得出嚟，我哋預咗啦，冇所謂啦。我哋希望公司好嘅。嗱，首先咧，你要搞清幾樣嘢。就是永年亭而家嘅入場費咧，入場費係12,500，咁同我哋之前講嘅88,000好似貴咗，其實係冇貴到嘅。點解啊？到時你揾我哋，我哋一樣會即係同你講，因為88,000其實簡單啲講，你係買咗價值12,800嘅嘢，因為你就咁入去就12,800啦，你唔買，你揾代理即係我話林康正咧，其實你有40,000嘅時間，啲40,000唔係淨有嘅，有陣時30,000，我哋都試過有一段失，有一段長時間係冇 discount 嘅，唔係一段時長時間其實冇 discount 嘅，唔一定有啊，因為呢個係一個預售區嘅方案。咁咩叫預售區嘅方案呢？即係話你唔係即刻用嘅方案，一年後你先用得，咁你就可以享受啲40,000嘅 discount， 唔係一定成日有嘅。而家有冇咧？而家我哋拍緊條片嘅時候係有嘅。OK， 咁又叫故意，即係話簡單啲講。當日你88,000-98,000買一個128,000，你而家125,000，不過你其實係買咗個150,000+或者160,000+嘅嘢嚟，所以其實你係冇蝕底嘅。個優惠一樣，優惠係一樣嘅，即係入場費高咗。係啊，咁而家我哋咧亦都真係有銀行啦，澳門一間銀行啦，工商銀行咧去做同你哋做一個分期，咁基本上都係免息嘅，工商會收你哋少少息，好平嘅啫，但係咧。永年亭是會全數退翻俾你哋嘅，咁你哋都係免息分期。咁呢個咧係即使喺東南亞、喺台灣其實都做唔到嘅，因為咧點解澳門肯做咧？因為工商銀行佢有眼光啊，知道骨灰庵嘅價值。OK， 知道喂，梗係唔止啦。呢個係第一個骨灰庵場。係啊，全世界嗱，其實我所知咧，公司可能陸陸續續仲有好多銀行去接洽緊我哋公司嘅。不過我哋公司覺得都唔需要咁多啦，你不如俾一間銀行去做，兩間銀行去做就好過你哇間間都去做咧，反而有陣時都仲亂啲添。咁啊，睇下遲啲會唔會有最新資訊咧？咁我哋都會通過我哋呢、這個，其實呢個唔知道係咪常規節目啦。如果真係做常規節目嘅，咁我哋叫做骨灰世界嘅話，嗰個名當然啦，即係有好多喺我哋買咗永年亭嘅朋友都開心，因為由初初88,000即入場費去到125,000，咁當然呢個即係有加就會冇減啦，因為市場供需求嘅問題啦，即係需求嚴重短缺啦，人民幣嘅貶值嘅問題啦，即係貨幣供應嘅問題啦，同埋就係嚟緊嗰個港珠澳大橋開通好多問題。
就會令到入場費只會繼續去升，而很多朋友買咗就咦，個心都安樂啊！咦，係咁先。嗱，我覺得咁樣啦，咁樣講啦，即係其實你未必咁明嘅，因為我先有壞嘢嚟講先。我哋唔好講入場費，你唔好理個入場費先。其實咧，簡單啲講，係不斷加緊價嘅。係，唔係一早買咗個朋友就已經知道嘅。我哋其實永年亭係不斷咧，因為點解咧？永年亭其實一個大場啦，佢入邊有好多個唔同嘅廳房。咁我好似賣樓咁啊，一個一個 block， 佢每裝修好一個廳房，拱出嚟嗰個廳房就一定係價錢貴咗嘅。係，而佢亦都唔會淨係嗰個廳房貴喎，就以前開咗開放嗰啲咧，一個嗰啲基本上已經可能賣到八八九九啦。係，咁佢剩嗰啲貨尾都會加價嘅。咁再加上你賣得越多。咁佢所以個供應就越少，跟住佢又繼續加價，所以喺九月每個庵位加咗平均3至6萬。係啊，嗱，而家咧一般嚟講咧，一啲好 high level 啊，好靚嘅庵位都係講10-20萬，而家減埋個憑證可能10幾萬，仲有得供一個月講緊幾千蚊嘅咧。嗱，我覺得呢一個係一個好好嘅，無論你話係我可能為將來準備咧，我自己係咁樣啦，我俾你嘅睇法就係。你一個人咧，即係你話我完全冇錢，即係我明嘅，係而家有時候。但係如果你話有少少鬆動咧，後生仔特別係年輕嘅朋友咧，買一個當儲錢，因為可以免息分期。同埋你係咁長啊個時間，佢可能係俾得一年18個月你頂籠，但係你始終係講緊一個月供幾千蚊至10000蚊之間。你去到咁長，你而家你譬如20多歲、30歲，你仲有幾十年人生㗎嘛啊！你呢個變咗你可以為你自己做未雨綢繆之餘咧。其實亦都係一個真係好嘅投資嚟嘅，預售區方案嗱，我就唔好喺度即係太嘥時間啦。點解會有？點解台灣人要將呢套帶過嚟香港呢？亦都有佢當地嘅特別原因啊。係咪完全適合香港嘅呢？我認為唔係嘅，但係就令到你哋香港呢班朋友接觸我哋節目嘅朋友咧，係更加有着數。因為預售區你唔係即刻用啊嘛，講正你都冇諗住即刻會死啦。但係你就可以因此而買平。我的好處就是當我有屋企人即係執過身啦，我唔識突然間出邊揾100幾200萬去撲，我已經用10萬8萬就買咗個澳門永年亭。好啦，嗱，我哋講多兩句啦，費事講咁長啦。咁有啲人就擔心個轉手市場，大家放心，首先我哋要搞清楚市場，唔好去一手二手先，就係有供應，即係有需求就有，即係有需求就會有市場出現嘅。OK， 咁如果供應越少，個市場就自然係。越罕有就越貴嘅呢啲嘢，物以罕為貴就咁簡單啦。尤其是啲差唔多必需品咁滯。係啦，係必需品嚟嘅，除非你掉落海嗰啲，真係講嗰句，俾魚啄嗰啲唔介意。好啦，喺呢個情況底下，其實你哋買賣咗之後咧，你哋係完全可以自由買賣嘅，你哋係完全可以嘅，乜嘢都唔使。永年亭只係需要一次收你一次4000蚊，唔知即係遲啲可能會調整啦嘅轉名費嘅啫。呢個好平，因為好似大鵬灣嗰邊收3萬。3萬幾蚊㗎，好多都係㗎。你龍山寺都收幾萬蚊嘅轉名費，全部轉名費幾萬蚊㗎，大鵬灣都收幾萬蚊㗎。我哋係收你永年亭收你4000蚊。OK， 咁你話喂我唔識人點樣去賣啊？咁而家有科技，你喺 Facebook 嗰度各樣啦。我真係唔識喎，大家放心，因為我同林康正咧，即係既然做得永年亭嘅代理咧，其實我哋亦都將會，其實而家都有㗎啦，係有個二手市場嘅。咁我哋都會陸陸續續咧，咁即係暫時二手市場。其實我已經有做咗幾單買賣，咁但係就唔算好成熟，因為賺得唔多啊，即係賺幾千啊，10000蚊啊，幾千蚊啊，咁嗰啲邊賺得唔多？賣咗2個月賺100幾千都唔錯啦。啊，啲人就唔願嘅，正式嚟講嗰啲係特別原因㗎啦。OK， 等錢係啦。咁就如果大家對永年亭有咩即係有興趣嘅，隨時跟翻我哋銀光幕呢度啊！一陣我哋會 key 上嚟，而家我哋先至講嘅，咁啊打電話俾我哋5933082929都好，同埋6698249，又或者有啲朋友我真係覺得係好有興趣，我想參與銷售喎。咁其實永年亭就唔係咁公開俾人哋去做代理嘅，而家要考好多試啊，都專業㗎，同埋要訓練，係啊要訓練啊。咁但係如果真係有覺得我都想試下啦，咁樣咧亦都不妨揾阿林康正啦，揾我啦都冇問題嘅。咁我哋嗱各位嗱，而家我咧就去到呢個紅磡永年亭。嗱呢一度咧係 demo 嚟嘅，現場就梗係唔會咁撈教啦。點為之撈教啊？現場你係白就白，係黃就黃咁樣嘅。嗱成個情況咧係點樣嘅咧？打開去到咧就正如頭先林康正所講啦，咁就唔會見到個仙人咩番禺即係麻啤梨咁樣，你好好驚啊大佬。佢呢邊唔會嘅，好優雅嘅，有啲唔同嘅圖案啦，唔同嘅廳房。咁你一撳。打開你呢一度咧，你先會見到仙人個碑嘅，即係話咧，你譬如你去拜祭你爸爸媽咪或阿爺阿嫲嘅時候咧，
隔離嗰啲人會個個好似望住你咁嘅 ，OK？ 咁喂，呢一個因為 demo 喺紅磡永年庭嗰個 office 啦，咁我入邊梗係冇嘢啦。咁你再睇埋咧，另外一個咧，究竟佢係個深度個標準位係點樣咧？嗱，咁呢個就係我哋嘅標準位啦。咩為之標準位呢？其實喺永年庭係全部位都可以擺到兩個骨灰庵，係兩個，唔似香港即單人位只可以擺一個。要買好貴雙人位先可以擺兩個，咁我一打開就其實個碑先係擺到嘅。嗱，你見到啦，非常之深，係可以擺到兩個骨灰庵啊！你睇我嗰隻手啊，係可以成隻手擺曬落去，基本上可以擺兩個骨灰庵之餘，你仲想擺其他一啲誒，譬如公仔啊，整個細細啲嘅麻雀台啊、裝飾物啊，即陪葬品都可以嘅。另外仲有一隻位就橫向嘅，一打開。有碑啦，一個碑兩個碑亦都可以擺到兩個骨灰庵，所以你見到其實非常之寬敞。同埋點解我哋話咁靚？當然啦，呢一個即係釘到，唔是就可以連個門口啊都可以發光。嗱，各位好簡單，你聽曬資料，你唔好信我，唔好信林康靜，但係就不妨俾個電話我哋去永遠庭我或者去睇一睇。市場上面嘅資訊，因為呢啲咁嘅資訊咧，好簡單，我同你講，你今日去買一個位置，而可以，只不過我預計係三幾年，係即係我唔會預得太長嘅。啲基本上就一定係 double 或以上嘅投資。你話去邊度揾？第二，我點解我因為我叫人買，頭先我用將我個 credibility 壓落嚟啊。就算係每一樣投資都有風險，嚇。我哋會去計算，就係話，喂，如果真係政府變政策啊，即係點樣？我哋唔知道，永遠唔知道政府癲，所以我好有信心。癲起上嚟咁點樣啊？喂，我哋要諗下，喂，我由最平嘅125,000蚊，唔通我連一個位125,000蚊都賣唔出咩？或者自己用都用唔翻咩？咁呢一樣嘢就係正正式式嘅最穩陣啊。咁當然啦，如果大家熟我哋嘅都知道，我哋又去搞移民服務啊嗰啲，咁嗰啲其實我都覺得係一啲好好嘅投資嘅。但係如果相對底下咧，穩陣咧，因為我哋人人都要去移民，你可以唔中意我愛香港，但係你唔會話你自己話俾我聽，你唔使死㗎係嘛，大佬？即係當然，如果你有需要，因為澳門永年庭依家全部已經有唔少位係個先人用緊。係啊，即係如果你有需要，我即刻要用嘅，都可以揾我哋。係啊。咁啊，唔講咁多啦。咁如果即係識得我哋嘅朋友，自然識得啦。唔識得我嘅朋友咧，咁啊，其實都可以留意咧。我哋個節目咧係長期1-5咧，每晚6:00係網上直播嘅。咁一個月係78蚊嘅啫。咁睇現場就唔使錢嘅，78蚊可以睇曬所有重温啊，等等啦。都係有唔少投資嘅信息。大把啦，而且其他嗰多項目我都開始忍唔住笑啦。即係好多題材咧，都非常咁新穎同埋特別嘅。咁希望大家支持啦。大家想去澳門永年庭或者想多啲資訊，就 WhatsApp。我哋甚至大家現場睇，你又知點解香港啲骨灰庵去到18樓、24樓掂都掂唔到嘅？係啊，澳門永年庭係全部掂到嘅。又唔係全部，有1-2個掂唔到咯。即係最高，如果你矮少少啦，1-2千都掂到。因為佢得9層嘅啫。9層，香港嗰啲係18、24。係啊，香港啲去到20幾嘅啦。OK， 喂，唔講咁多啦，咁啊，俾電話我哋啦，我話希望可以即係幫到大家解決一啲投資上面嘅煩惱啦。